台北股市今天开平震荡，尾盘收跌了一点，今天跌了一点，收在9512点，距离高点也就只有一点的差距。之前在低档的时候，不断推荐各位来买进相关的个股，在今天尝到了最棒、最甜美的果实了吧？二月份，我说请你都忘记过去了，我也不要跟你讲过去我们赚多少了。二月份，请让自己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面板在跌，太阳发光。我不买茂迪，不买中美金，不买合金，不买硕和，我带你买3532的台盛科、台硕集团，做账大将军。另外，我还告诉各位最新标的，最新标的，请大家赶快来共襄盛举。我说它同样是一档腰斩、腰斩再腰斩的股票，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吧？还记得吗？2月2号，一期的费用，欢迎共襄盛举。看看这几天的表现吧，胜者为王7根，最新标的2天2根。胜者为王8根，最新标的再创新高。今天2月5号星期四，还有一个礼拜要过年了。台盛科8根涨停，获利调节，最新标的获利调节。又完成了我对各位的 promise。老师，你台盛科赚这么多，最新标的你又获利调节，接下来怎么做？等一下让各位来跟各位做报告了。今天我们卖了2档股票，今天我们买了1档股票。我一直说，在台北股市当中，各位你到底是客人还是主人呢？真正的主人会告诉你主流在哪里。会事先的跟你做预告，绝对不会事后的放炮。我也说了，我只会带你操作电子，我只会带你操作生技。生技已经将近2个月没有买进了，上一次请各位卖是12月3号的时候，刚好2个月前。请问大家，现在有没有人讲美食？之前美食请你卖在多少？哎，好巧哦。怎么几乎又是最高点109块，还记得吗？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美食现在跌到无人闻问。4743的合一有没有在54块？请你赶快卖。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现在4743的合一变成市场的弃婴。还有4123的承德，让你卖在108块，最高叫119。我说很抱歉，没让你卖在最高点。但是现在呢？蓦然回首，承德跌到了83块了。各位，你没有看错，大盘涨了500点，承德反向大跌破底，跌了20个百分点，20几个百分点。你对比到同样大盘的位阶嘛，欸，大盘涨了快500点，欸，整波涨了快1000点。所以我今天看到电视上有人在报道说生技跌升是最大的利多，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哑口无言啊。原来又有人在生技上面被套了2个月。所以每一次当基亚当初的连续22天的跌停板，当初的云城崩跌的时候，都同样一批人啊，不说了，反正大家可能也忘记了。哈哈，太阳能专业的顾问会事先的来跟各位做预告的。股市当中啊，总是有人比各位先知道台硕集团的座上行情，谁在自的帮各位完全的掌握。我没有买台塑，我也没有买南亚，我买的是3532的台盛科。
这是当初买进台盛科的证据，请假为翁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让你白纸黑字的留在您的家里，帮我做见证。当初全台将近1400位拿到这份资料，12月23号送给你，你23号拿到，24号开盘买嘛，这样可以吗？很轻松吧？这是当初日本三口的股价，我说三口涨了将近1倍，凭什么台湾的股票要大跌？这是到昨天三口的股价涨到了2000块，当初1700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，这里是1700，这里是2000。我说，这间公司就是台硕跟三口共同合资成立的。当三口的股价创下新高，代表的是什么？它能释出的 order 会由谁做承接的动作？不就是3532台盛科吗？我一直觉得很好奇的是，当台盛科上涨了之后，全市场好多人都变成台盛科的专家，但是谁告诉你真正关键的点在哪里？您最清楚了。谁有办法白纸黑字的跟你做预告？您最清楚了。谁有办法在现在请全国所有会员做见证，台盛科从头带你赚到尾？12月24号，全国会员，12月24号，我说的买就是全国会员，你不要怀疑，没有那种总统会员、党主席会员、行政院长会员都没有。3天3根，先赚一趟，再涨上来，带你获利出清，又带你避开等待的风险，告诉你太阳又出来了，5根了，请你赶快卖，还记不记得？卖了要买什么股票？3086的华裔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，1234，5天4.9根，逼近5根了，请记得赶快卖。同一天，全国会员做见证，3532台盛科有没有带你再度的买回6根？下跌的时候，我又来告诉你，它叫做胜者为王。最新的封关前标股资料有没有也跟各位做预告了？当天收倒 T 字线，丑得要命。28号的前一天吧，这一天呢？28号你可不可以买？可以吧？我说我全国会员都已经做买进了，你担心什么？很好笑。昨天台盛科啊，我看到全市场好多人在讲台盛科啊。有趣的是，有一位仁兄说他买在这一天了、啊，说什么连漆黑，然后他在这一天做买进。你相信吗？大家都成年人，各位，我告诉你美嘎在哪里。那些告诉你他买在起涨前的人，1月29号，各位你看好，当天量能只有415张而已。所以啊，赚到的永远都是你没听过的会员啊，永远都是清代会员、大资金会员、总统会员啊，不然就是珍珠会员、玛瑙会员、枕边会员、窃窃私语会员，都是你没听过的。但是我们的做法，你可以看到，每一次我请你买进台盛科的时候，都是有价有量的时候了。第6根的时候，
第二趟带你做买进的时候，当天成交量超过1200张啊，全部都是有价有量。第一次带你买进台盛科的时候，2000多张啊，所以我不跟你玩遮成交量的游戏啊，所以我能够请全国所有的会员来做见证。没去，老师没去，你也在说，啊，有去吗？上个礼拜五跟你预告下周挑战第七根，第七根有没有来？不止来了，还多送你一根，8根。今天呢？这是昨天吗？今天呢？2月5号今天嘛，3532台盛科，今天来到68块，8根涨停再创新高，获利调节，狂贺全国所有会员获利放金库。舒不舒服？今天早上我看到很多的券商，不止一间了，我讲一个就好，群差证券，哦，差异证券，好像你这样不是讲出来了。早上的时候他们出具最新的研究报告，推荐哪一档股票？台盛科，现在大家又知道了，只要台盛科大涨创新高，全市场又在报道它了，而我们这还不加当初台盛科在整理的时候，天选之星的华裔哦。我一直强调，有买有卖，各位这才是真正的获利啊！很多人都不敢在节目上告诉你什么时候股票应该卖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因为根本没有会员买啊，卖掉的时候根本没有成交量啊，这就是每个能不能事先掌握到第一手的产业的资讯，能不能让全市场的法人都来帮你做同乐的动作，这才是在台北股市当中能不能当主人最大的原因吧。我说我强调的是我投资的一贯的 consistency， 就像万里长城一样，万里长城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的八大奇景，就是因为它的 consistency。 求学是如此，出社会之后是如此，投资不也是如此吗？我只做电子，我只做生技，你要做金融，要做纺织，要做营建，要做航运，请你去找别人。我也说了，传产也有股票大涨啊，4432的名望石啊，哇，不得了啦，全市场10个人里面有9个人在讲名望石，我相信绝对有纺织股的专家大赚名望石，请你去找他，不要来找我，我对纺织股一点都不懂，名望石我一点都不了解。报告完毕，这是我的 consistency。 这是我的获利之道。再来，我说我要带你买的是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这是3083的网龙，刚才的台盛科你看到了，带你大赚的磐石会你看到了，3019的亚光你看到了，1月26号，各位今天亚光的表现如何？创新高哎，亚光我们已经卖了，手上没有了。我也看到同样有人，明明卖了又假装没卖，不说了。
1月26号在哪里？在这里耶，在这边呢，没有人讲仰光啊，没有人来买，我们来买吧。1月26号，当初谁告诉各位品酒89/3404的专利？谁告诉你柯达唯一授权的亚光 2G3P 2G3P？ 阳光女孩还有最新标的，哪一档不是崩跌的股票？买在底部会不会让各位大赚？最新标的先接牌了好不好？3573引台拉远，3573引台，2月4号昨天大跌再买又拉高，今天再创新高，全国会员帮我对时对价获利调节，恭喜全国所有会员，有价有量的股票了，绝对让你买得到，绝对让你卖得掉。老师，你今天获利了两档，你有准备买哪一档股票吗？或者是你已经买了哪一档股票吗？有的。今天的这个年前红包卡紧赚的专案会持续的开放，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好吗？因为有蛮多投资朋友在做询问的啦，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好了，今天买这一档，下半段节目来跟各位做报告，进个广告。特区是指新地标，南港下一站大是指经贸园区，捷运300米，双铁共有圈，小资成家首选，金砖1至3房。捷运造就网，制产新亮点。新捷运8642-1155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哎，秦先生，拍谁啊？站你一下。哎，你刚才不是才去过？阿嫂唔知影有人介绍伊上到村的粉是水的。啊，就迄啊，古稀市场的阿良介绍的啊。大哥，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，运送过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，品质会变差。没有检验的烟，加油、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，而且啊，还逃漏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。花田一，祝健康，不去买私业烟。岳飞，相信各位都有听过。有一次，皇帝问岳飞：“亲得良马否？你有没有好的马？”岳飞说：“啊，臣有良马，日啖锄豆数斗，饮泉一壶，
兰妃清洁即不受，戒而耻，触不胜己，比行百里，使奋训，自无自有，犹可两百矣。既安甲而不喜不憾，兰无是兰。若无是兰，此其受大而不苟取，利欲而不求逞，致远之才也。不幸，因为年老，色衰，相继而死。今所成者，略不过数生，而抹不择利，饮不择权，懒佩未安，永耀急趋，普百里，力竭汗喘，待遇必然。此其寡取易盈，好逞易穷，努顿之才也。我本来有两匹马，吃的很大，喝的也很多，但是不干净的也就不爱加，非常的挑剔。刚开始跑的时候不是很快，等到跑到了百里之后，哇，越跑越快，还可以跑很久，不喘，不流汗，汗血宝马。但是他现在所乘坐的，吃也吃不多，马青菜加，喝也青菜，拎马青菜拎，抓马弦的时候，就已经跃跃欲试，不安分了。刚开始的百里，哇，跑很快啊，但是一下力竭汗喘，待遇必然，刚刚被敲啊。这个就是啊，寡取易盈啊。很容易得到满足，好逞易穷，努顿之才也，就像是股票一样，有些股票你看起来很强，奇怪你也买不到，你也赚不到，然后你等到你买到的时候马上就大跌，然后成交量越来越缩，缩到剩下100张，剩200张，卖也卖不掉。但是真的好的股票是在底部的时候，你让自己在指数9500点的时候，你让自己处于很安全的位置，又可以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老师，你今天大幅获利了，台盛科8根涨停，最新标的3573的影台又卖在高点，股票有买有卖，真获利，有卖再买，真功夫啊！买一支。全国会员你也知道，我在节目上讲的跟我做的有没有一模一样，你非常清楚。因为全市场没有人敢讲真实这两个字啊。慢慢看，欢迎参观，欢迎比较，比较看看我们的 consistency。 真的懂，认识，掌握，董事长，非常简单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帮各位开放年前红包卡紧赚的专案，一期的费用，再次的强调，30万以下或没有办法认同操作理念者，请不要打电话来。老师，你没有赚到名望时，你就给了哎，对，那你不要打电话来，拜托，因为你的操作理念跟我完全不合。你来了也会不开心的，好吗？听话 ，OK。年前红包卡紧赚的专案最后一天，一期的费用，欢迎工商顺序。把最新买进的标的再次的跟各位做报告，好吗？啊，你拿手机拍下来都没关系的，你再给打多少锤嘛？反正今天涨停板嘛，无规矩嘛。我只是要强调的是，我带领全国会员的操作是如何，经由有买有卖的方式。对各位的帮助是不是能够达到最大化的程度，以及我所给各位的这一套 consistency 的投资的系统，对你而言有没有深刻的体验？
钻石线上实在算幸福，最后一天年前红包卡紧赚的专案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实力不怕考验，绩效更不怕各位的检验。钻石线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往主一点，我掌握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，找到无限的机会。之前找工作没头绪，拨了这支24小时免付费电话就有专人服务，透过线上科研及评量，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。踏入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，善用就业资源，找出人生方向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哎，宝贝啊，我们赚的钱你都存在哪？银行啊，而且是我交存款保险，倒了也不用怕安啦。那你知道存款保险最高保额为新台币300万元了吗？我知道啊。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，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耶。先生，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？我是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。